中国 SUV 的市场非常庞大，各个汽车厂商也在不断的向 SUV 领域进军。早些年的五座车型卖的是一塌糊涂，现在最火的当属是七座了。各大品牌也是绞尽脑汁的设计七座车型，而荣威 RX8 就是其中之一。荣威 RX8 虽说大七座 SUV， 但是却不同于其他同类型的汽车。外观方面，荣威 RX8 采用的是特殊的家族化语言，车头和车尾非常富有科技感，身体造型设计轻盈不笨重，给人一种极为大气的感觉。内饰方面，荣威 RX8 拥有一块 10.1 英寸的高清大屏幕，屏幕上集合了多种功能，该车主打智能化操作，配备有语言助手，大多指令都是可以通过语言助手进行操控，只要你轻声说出你好斑马，语言系统便会响应的号召，你可以让其调低空调温度等一系列操作。该车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现互联，你可以在手机上完成打开或关闭的后备箱、空调上锁，甚至是座椅加热等动作，并且你可以通过 APP 进行汽车定位以及启动发动机。该车采用的是 2.0T Z-A-缸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，爱信 6AT 变速箱，最大功率224马力，最大扭矩360牛米，无论是动力还是智能都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。荣威 RX8 四肢发达大脑还聪明的大七座 SUV。